So please tell us a little bit about yourselves. Okay, I'll be first. Okay. I graduated from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My name is Susan. Upon graduation, I founded a firework company with my husband. I'm 4 years old. Selling fireworks for commercial show. I became a housewife after giving birth to my son, 徐子言。那么老师再问你啊，你平时最喜欢看哪本书，叫什么名字？ I spend a lot of efforts to develop his ways of learning as well as daily habits. 是小王子。This picture book is actually drawn by my husband. 徐子言 has been reading these picture books from very early age.那如果说教室里呢有三个小朋友，你拿着这六颗草莓，每个人呢都要分到一样数量的草莓是几颗呢？ He also spends a lot of time teaching Ziyan at home. We have a lot of picture books like this at home. If our son is enrolled in your kindergarten, my husband will be very happy to assist in making this kind of picture books. Yeah.I was a firework designer and participated in grand firework show of Beijing Olympic in 2008. 三、四、五，一人两个，我请客。He has a very personality and he's quite easygoing and kind to other people.那老师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是个常识题，首都在哪里？在胳膊上。是首都在哪里？你好好想一想。在胳膊上呀。北京。我们问的是我们国家的首都在哪儿？在胳膊上，胳膊上，胳膊上。哟。每个国家首都都在胳膊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没事吧？妈妈手都妈手都在胳膊上。哎呀，不好意思啊。陈姐，姑姑呢？啊，在子妍房间呢。我去看看他们啊。孩子没做错，你今天表现得很棒。妈妈没教过你那些，你都答出来了，是不是？但是咬人是不对的，小狗才咬人呢。我又不是小狗。对啊，你不是小狗，那以后不许咬人了啊。那你答应妈妈，去跟老师道个歉，好吗？真乖，来亲一下。妈，什么事儿啊？你今天上班了吗？没有啊，我今天晚班。什么事儿？您说吧。你打来的钱都已经收到了。昨天你肯定忙，所以今天啊，赶紧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一声啊。收到就行了，拿着花啊，别攒。哎，就是想问问你，这笔钱你想怎么花呢？怎么了？哎呀，这些年你七七八八的都寄来了好些钱，我和你爸爸呀都攒着没花。总共加在一起，我们再贴上点儿，总共有10万了。哎。我不是每个月都叮嘱你们别攒吗？一个月就2000块钱，就是给你们当零花钱的。哎呦，我们没地儿花呀！你倒是你一个人，你看你在上海，花钱的地方多着呢。这里的开销靠挣不靠攒？我一个月多做几单生意就有了。你们拿着一日三餐加道菜，我心里能舒服点儿？就不能让我安心啊？哎呀，行了行了。这不攒着攒着就攒成了一笔大钱吗？不就能干大事了吗？什么事儿啊？家里什么事儿啊？啊，没有没有，我们好着呢。你爸爸问你啊，是想拿着这笔钱托人找找关系，在家里给你找份好工作，还是把你那个屋子好好的装修一下？
没怎么住，总得见见心吧。什么意思呀？我什么时候说要回家了？三年前你说的呀。我不走啊，你买张票赶紧回家。难道你永远就不回家了呀？30岁，你等到我30岁，要么我在这里买个房，要不我就找个人嫁了。要是这两样都没有的话，我就踏踏实实回家，再也不往外跑了。那是我失恋落的狠话，狠话也是实话。再过几个月你就30了，我看你许的那两个月，哪个都不像能实现的。妮妮，你说你就认命吧啊，回家来多好啊啊！你非要在那个大城市里啊，看着你月收入是15000，要交房租还要给我们，一个月下来你都是两手空空的。你在那种大城市还一年一年的混在那儿，算岁数呢。妈，我饿了，我从昨天下午2点到现在还没吃过饭呢。等我吃饱了，你再让我认命，行吗？哎，你这，盒饭可以省10块，但是丢的这条裤子要赔3000。还要吃多少顿盒饭呀？我干儿子没事吧？刚刚情绪有点不太好，现在没事了。来杯咖啡。好呀。这幼儿园的事儿还有希望吗？我可是亲眼看着你这一年怎么过来的。这要是上不成了，我都想去跳楼了。让我们回家等通知。我想了想，既然没有当场把我们毙掉，就是给了我们时间来运作这个事儿。现在面试没有了优势，这栋房子的房本是最有优势的。我搬过来之前特意打听了一下，这栋楼里的孩子基本都是上的那家幼儿园。哦，小琴，我有个事儿，可能还是得靠你来帮忙。靠我？嗯，我能帮上忙？你不是说你们市场部每年都会给这栋楼的业主派发新年礼物吗？对的。那你跟他们都有些接触吧？嗯，我们倒是跟楼下的商户有合作，每年会给业主派发礼物，是能接触到的。那你能不能帮我想想，有没有能写推荐信的人？我给你办法。最管事儿的肯定是业委会的会长王太太。那你能说得上话吗？可是我能力有限，只能帮你牵个线儿。放心吧，再细的线到我这儿，我都能想办法搭到关系。好。哎，背了银行这么多贷款换的这套房子，本来就是想给儿子一个好的起点。读这家幼儿园是我好不容易说服换山的，所以这件事儿不能出错。陈姐，哎，你放那儿吧，书房我来打扫。好。怎么现在还要你自己打扫书房了？焕山每次嫌陈姐打扫完，他都找不着东西。我帮你。啊。真羡慕你们家许焕山，娶了你啊，什么事儿都不用操心了。唉，他最近压力也挺大的，公司有个大客户最近一直作，他刚刚面试完就去公司开会了，所以儿子上幼儿园的事儿，我真是不能让他再操心了。没事儿，你还有我呢，虽然我稀里糊涂的，但是我也顶个人。我算看出来了，关键的时候还得靠亲闺蜜。那必须的。怎么了？
陈女士说她今天可以过来付款的。太好了，没她的消息啊，我还一直在担心呢。特别棒，特别棒。你别不要忙了，你自己照着镜子转过去。你吃什么了？啊，我什么都没吃啊，我一天都在店里，我水都没敢喝。妮妮，你破相了？又怎么了？这不痒死了吗？这是？天哪！我感冒药，好像没有了。痒不痒？去医院吧。啊，我不去，我能坚持。陈女士一会儿就到了。你这身上都在挠，哎，你浑身都痒了，脸又紧。我不去。哎呦，去什么呀？这事儿可大可小的。你陈女士一会儿来了，你这么大单子，你耽误得起吗？你赶紧的，艾达，送她去医院。妈，这怎么了？听着听着，交给我，交给我。走，快去。天哪！福店，怎么了？其实之前陈女士也加过我的微信，拿着。啊！我不行不行不行！啊啊！过敏啊，不是小事，以后别吃桃子了啊！我没吃。碰都别碰！啊！不行不行不行！我打不了，我打不了了，我真打不了了！姐姐姐姐，打完了。早打完了，好了，按着啊，出去休息观察半小时。那个，咱们要摁多久呀？五分钟就行了。就这点手段吗？还自己贴上去，怎么样呢？陈女士还不是点名只等我？你加她微信有用吗？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奉劝你一句，单子抢不走，这谁也做不成。这种歪心思你趁早别动。今天这事儿我可以不跟别人说，但再有下一次，我一定让你在这店里待不下去。沙发给你扭，陈女士死活也不肯留他了。要我说啊，不养也对了啊。你们要帮我好好养他啊。哎呀，我也不喜欢猫，你还让你爸替你好好养着吧。啊，嗯，对了妈，啊，我要回来住两天啊。好啊，哎呀，你不走妈才高兴呢。其实你一回来我就知道台里又让陈宇出差了是吧？哎呀，就是应该回到家里来，当然在那里冷冷清清的，谁给你做热菜热饭啊？哎，快点吃饭了，咱们家洗手了，这能弄干净吗？哎，它不脏。
我跟王太太打好招呼了，你直接上去就行了。我要去趟顶层，麻烦您帮我刷下卡。啊，您是要去王太太家吧？嗯，稍等，我得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哦，好。喂，你好，这里是前台，有您约好的访客。好的，好的，打扰了。可以了，佳姐，我帮您刷卡，这边请。麻烦了。谢谢。楼下的跟王太太约好了啊，行好，那你先换下鞋吧。哦，好，谢谢您，不客气。这个顶层是复式啊？对，上下三层。太太，您的客人到了，你让他上来吧。好，来这边。啊，好。慢点啊，谢谢。陈宇不让你养猫是对的，你将来怀了孕了，你能养猫吗？妈，你成天抱着手机在那刷朋友圈，你怎么专挑谣言看啊？怀孕和养猫不冲突。谁说？哎，是不是陈宇答应了？你们准备要孩子了？备孕了是吗？什么叫陈宇答应了？这是我们俩达成的共识，他跟我说好了，头几年先不要孩子，我们先自在几年，对不啦？哎呦，你眼看你就三十了，等你三十以后你再怀孕，你就要面临着妊娠高血压、剖腹产、大好嘞，好嘞，哎，吃饭就不要讲这些了。我今天刚刚领完退休工资，500块钱的血本钱才做了这么一桌菜，你就让女儿好好吃饭吧。今天15号呀？啊？怎么了？啊，没事儿，没事儿。这孩子。哎，爸，嗯，你这个酒快喝完了，一会儿我去楼下超市再帮你补补货哈。坏了吧，真是。我看您这个望远镜是专业的天文望远镜，你要不然晚上试试，可能效果会更好。你是物业那边介绍来的，啊，给您带了点甜品，是我自己做的，低脂低糖，您可以尝尝看。想去对面的德普是吧？是呀，您尝尝。真的是你做的？是我做的。嗯，我最爱吃蛋糕了，全世界什么顶级蛋糕我都尝遍了，你这味道还真不赖。那太好了，你要是以后随时想吃，我就做了送上来。咱们这个楼里呀，每年我送进去的孩子没有10个也有8个，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老公是那儿的名誉校董。哇，不会的，不会的，都做好措施的。新搬来的？啊，刚搬过来不久。住哪层啊？我们住12层，1201。哦，那是低层啊。咱这楼房价随着楼层涨，你知道吧？嗯。
你们家是做什么的？我是一个全职太太，我先生呢在经营一家烟花公司。烟花公司？嗯。那一年能挣多少钱？太太，您的话到了。你等会儿啊。啊。哎，慢点，慢点。喂。哎，小琴，怎么了？喂，姑姑，两道杠怎么办呀？什么两道杠？你说清楚一点。验孕棒，我好像怀孕了。那就是怀了呀。改天我陪你去医院吧，那个也不能100%的保险。哎，我现在王太太家呢，先不跟你说了，晚点给你打电话。哎呀，那你接什么电话呀？那你赶快忙吧。好。哎呀，怎么办呀？怎么样？你懂画吗？我新买的。这个是真迹吗？废话，光赝品多掉价啊，正品，梵高的睡莲。挂到那边去，对，餐桌那边，对对对，啊，那回头啊，我让他们都来看看。你说那餐厅上摆个什么花儿算什么品位高啊？我这花儿永不凋谢。嗯，行了，你先走吧，你的事情我会考虑的。啊，好，那麻烦你了。嗯，不送了啊。啊。怎么了，老婆？人家不帮忙啊。你见过莫奈的睡莲吗？莫奈的睡莲见过呀，咱们在巴黎不是看过展吗？我真没想到，居然真有人买得起，就挂在他们家客厅的墙上。谁这么有钱呀？前两年新闻倒是报道过，佳士得拍卖过。哎，你怎么突然问这个？你上过这栋楼的顶层吗？顶层？你不说根本就不在咱们预期之内吗？哇，怎么了？怎么说话没头没尾的？他是40岁过上那样的生活的，咱们现在30，离他也没差几层了。你怎么上当了？受刺激了？谁呀？是路上。你说有钱人会买假画吗？连梵高跟莫奈都分不清的人，都能住在那样的房子里，我们努努力是不是也一定可以？啊，你别想了，你赶紧想你的设计方案去吧。加油！对。说我们从猩猩进化成人，最大的突破就是沟通行为。但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开始退化了呢？
怎么样了？不知道呀，我现在超紧张。我也紧张。三个月一次的店长谈话，我把你报上去了。啊，可这一个店不就三个名额吗？那，你都不请假，还老帮他们顶班，把你报上去不应该吗？你好好想想该怎么谈吧。人家店长管那么多家店，又不老在店里头，他不会对每一个 sales 都那么了解的。他留下好印象呢，对你以后往上升有好处的。谢谢副店。没想好你来干什么呀？耽误我们的时间呀！出去。下一个，王曼妮。哎哎。说吧，说说你的叙事心得。套话就不要再说了，外面很多人等着呢，节省时间。店长您好，我是王曼妮，从 junior 做到 senior， 升 senior 已经有三年了。其实我早就注意到了，从前年开始，全球的奢侈品销售额呢都在下滑，每个品牌都一样。连东京和纽约的店都关了，我们呢就是仗着人口基础大，还可以并店，才不用撤店和裁员。不裁员真的是好事儿吗？我认为，晋升通道反而更窄了。以前呢，只要销售业绩达标，肯定是三年一升，但是我已经有六年的资质了，放在从前，足够升 supervisor 了。但是我知道，在我们店里，排在我前面的还有好几个同事都是有资格的。店长，我希望在自己三十岁之前能升主管，就当是给自己一个生日礼物了。三十岁之前，这不没几个月了吗？所以我想提速，您觉得我还需要做什么样的努力？咱们集团有这么多的分店，有这么多的 sales， 每个基础销售都在相同的赛道里，想要从中脱颖而出，你认为最终拼的是什么呢？我一直认为的是，拼客户资源，拼销售业绩，做亮点比拼业绩更有效。明白，我相信，升职是做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妮妮，店长在问什么呀？你进去就知道了。天了，去看看吧。没事，我缓一下就行了。你不要大意了啊，都出汗了这。哎呦，你喝慢点儿，别喝那么着急。哎，当班的不敢喝水，怕上厕所。客人一发微信，马上到店，又没办法走开。就你不喝水，不上厕所。谁不是呢？有什么功夫？妮妮，哎，电梯坏了，帮忙去楼下给 VIP 客人家换个衣服。哎，大伙儿注意一下啊！刚才物业前台那边来电话，说是电梯坏了，让我们这边啊派两个人过去支援一下，顺带给业主传送点东西。所以大伙儿看看谁手上现在不忙吧，好吧？哎，小杨，你不忙是吧？啊，要不你过去吧，你这年轻，腿脚好。成啊。我特别忙。那我们俩一块儿去吧。对，你俩赶紧去吧。哎，好吧。走啊，姐姐。老万的单子再拿不下来，公司下两个月的资金流就真的危险了。
佳佳，物业来电话说电梯坏了。电梯坏了？嗯，这不有两部呢吗？都坏了。哦，那待会儿麻烦您得走下去了。啊，没关系，没关系。哎，我临时有点事儿，我得出去一趟，要不然这个晚上看完有什么问题我再跟你说。哎，好，没事儿，你忙。抱歉。姑姑，我帮你打听了，王太太每周五下午两点都会去太太圈聚会，如果你那个时间堵她，一般都能堵得到。知不知道这是爬楼的活？我现在爬不了楼。为什么？哎，那个，你这腿脚不挺灵活的吗？你帮忙送一下好吗？哎，今天送不了。不是。你好，我们是办公室的，过来帮忙。啊，你好，谢谢谢谢。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人手真的不够了，两个同事已经上去送快递了。您看这两个能帮一下忙吗？行，没问题。啊，谢谢啊。这是几楼的？九楼的。那个呢？这是15楼的。姐姐，九楼给你了。不领你这情。怎么，你要15楼？哎，姐姐姐，哎，哥们儿，我出15，你们哥俩谁能帮我跑一趟？你们这楼层太高了，耽误我跑一单活呢。20，微信转账。行，成交。姐姐，姐，你这9楼。怎么也得15啊！人家大哥好不容易才同意的，花点花点呗。我能爬。你是王曼妮吗？啊，我是啊。哦，我是那个物业市场部的钟晓芹，上回店庆咱俩对接过。
你还记得我吗？啊，记得的。你怎么在这里啊？啊，我来帮忙送快递。你是给客人送衣服是吧？哎，我不跟你聊了，我得回店里给客人换个衣服。哎，等一下，你能借我200块钱吗？我一定尽快还你。200是吧？来，收付款。谢谢啊。没事，谢，那我先走了啊。好，哎，我明天就还你啊。好，谢。啊，我看您上次弄那个天文望远镜，我稍微懂一点，要是您着急的话，我可以帮您去调。你会的还挺多。哎，算了，咱俩还是换过来吧。我这要是脚崴了，就太冤了。没问题。哎，舒服，您穿我的吧。我看您这脚挺小的，估计我也穿不下。没事，走吧。姐姐回来了啊！又来两个快递，16、17，选吧。不用选，就20块钱吗？我现在有了，来扫一下。哎，你要不够，我请你啊。那谢谢了。合着你刚才是差钱啊？谁差钱啊？谁能没有20块钱啊？我刚刚减肥呢，我这会儿我累了，我歇会儿。哎，你打算一天都这样啊？对啊。一会儿我可不请你了。不用，反正也花不了多少钱。你一个新人，你挣多少钱啊？开心消消乐。姐姐，我给你算一笔账。10趟就是200，一顿晚饭钱。我要是自己跑，累了还要吃点好的，腿酸了再去按个摩，又200。我接这个活，办公室所有的哥哥姐姐都得念着咱们的好。200块钱买一屋子人好，贵吗？你们小孩现在都这样啊？谁小啊？我可不小了，我都24了，等明年都过2轮了。你脚没事吧？我脚没事儿，快穿上吧。哎，明天吧，去我们家给我调调望远镜，顺便再说说你们家的情况。好，那我等您电话。壮琴。啊。托你的福，王太太愿意帮我。你怎么在这儿啊？我那个电梯不是坏了吗？然后那个叫我们过来跑跑腿儿，帮送送快递什么的。你现在这个情况不行吧？走，我帮你请假去。不用，我能搞定。就是我帮不上你。你怎么了？哎，我要是争气一点，我要是跟王太太关系好一点，你就不用这样了。这是我当妈的修行，不需要靠别人，就靠自己。过一段时间，你也会懂了。
了。